这就是美国的陆军第二师，是美国号称最精锐的部队，现在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驯服地放下了武器。这是英国、美国、澳大利等国的俘虏，这是被生擒的李承晚匪军第七师的美军顾问团，他们的名字是潘托少校、罗伯托少校、卡尔少校，连团长诺雷斯上校一起，全团都做了俘虏。这是1950年12月1日，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，美陆军第二师一部在志愿军的包围阻截下缴械投降的真实影像。再有20多天，就是西方的圣诞节，但是这一次的圣诞节，他们只能在战俘营中度过了。